在为 Tank 的事情不开心啊？我警告过他了，他应该收敛的。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针对我，你不懂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他。有些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。你放心了，不管他有什么靠山，只要他再敢欺负你，我一定向总公司举报他。我还真不相信有人可以一手遮天。谢谢你，很庆幸有你这样的老板。看到你受委屈，我真的很心痛的。你没事吧？哦，对不起。哎呦，那个脚车，你看，都骑到马路上了，多危险！天才，不要玩了，来吃饭了。是啊，天才，吃饭了。等哥哥。哦，好啊。等一下你就知道。天才，工作的怎么样了？开心吗？很开心。你说讲我很棒。真的？因为我帮好友。哇，你那么棒啊，还可以帮人呢、啊。还有木瓜婆婆讲我很棒。你最近好像经常去找木瓜婆婆。我刚刚有陪弟弟去，木瓜婆真的对他很好，哎，还提议说可以种盆栽拿去卖。哎，好主意啊。是啊，听起来这么喜欢植物应该可以的。他是希望弟弟可以自力更生，感觉木瓜婆真的很疼他。天才遇贵人喽。是啊。爸，妈咪，爸，你看谁打来了？弟弟乖，哥哥，吃饭了没有？啊，哥，你看，哥哥，天才，吃饭了没有啊？一起吃啊，就等你啊。那我们一起吃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一起吃，一起吃饭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厨师来吃饭来。好来，爸，电话，好好，电话放哪里？听嘛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可以看到。爸妈吃哇 ，OK， 吃吃饭，妈妈吃，大家吃，好了，好吧，妈妈、姐姐、哥哥吃，吃，全家到齐了，吃饭吗？你们吃什么？谢谢姐姐。你在吃什么？今天又有木瓜吃了。这个阿婆这么照顾天才，一直送我们水果，一定要找一天好好的谢谢她。我在那个阿婆的家看到有一张旧照片。有一个女人真的很像你年轻的时候，哎，人有相似啊，真的很像。阿婆说那是她朋友的女儿。妈，我这里有一张阿婆的照片，你看看。认识吗？不认识。真的对他很好，哎，还提议说可以种盆栽拿去卖，感觉那个阿婆真的很疼他。我不会花你的钱，算了，我担心你爸爸不会原谅我。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能尊重我的选择，祝福我们？要我们尊重你的选择，那你有没有尊重我的看法？但是这个关系到我的将来，是我自己的婚姻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听我的话，我会死给你看。新郎新娘给父母敬茶。爸，请喝茶。我是不会喝的，我不赞成这门婚事。别这样，今天是女儿的大日子，他不喝我喝。妈，请喝茶。不准喝，谁也不准喝！我反对这门亲事。
啊，你们都滚，全都给我滚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我有当做没有你这样的爸爸。佳云。